魔幻手机当初傻妞随口一句台词，如今成对人口投产。相信你也说过，说到魔幻手机这部剧，对于一些90后的小伙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。这部剧是由俞敏生编剧并执导的经典剧，带有爱情、神话、科幻元素，给观众带来很多欢乐。而且这部剧由宝莲灯原班人马打造，像二郎神、哮天犬、猪八戒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。这部剧由李冰、舒畅共同主演，虽然男主角陆小千的扮演者李冰名气不是很大，但是演技也是非常棒的了。而舒畅饰演的傻妞也是备受大家喜爱。不过这部剧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欢乐，当时剧中傻妞随口说的一句台词，如今成为对人口投产，就是陆小千测试傻妞时让他骂自己一句，傻妞说道，你的脑袋被门挤了。这句话在生活中很多同学朋友之间开玩笑也会讲，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说过吧。